我把它当成对打一样哦，距离测一测就攻击，直接攻击。我练习看看，垫两下，垫，然后就直接攻。哎，对，垫两下直接起脚。对，把它高度要出来，垫的高度要出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对。OK 了，就换脚，换边看看哦。放轻松做，放轻松做，把它当成靶练习。对，好，先测距离，然后再开始慢慢拉习惯。对，跟这个线是切齐的，跟这个靶线是切齐的。对，切齐的，电就直接出去了。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哎，对，没错哦，切齐的，去了解这个踢法的特性。我要慢慢的把自己高度调高。对，哦，练习垫，然后马上进去。对，哦，像跑步一样，一垫就冲进去了。